台湾的朋友，你们好。我刚刚想起有一个电影，你们应该都会记得，《停止呼吸》。我们香港好像叫《僵尸先生》，然后日本是《灵魂都市》。我忘了日本的明星，哪个年代很火红？我应该记得是先从。这是香港人拍的，跟好像在台湾都有拍，我都忘了，好像先在台湾放映，然后再红为香港，应该我没有记错。那个男主角是钱小猴，好，然后林正英，林正英，哎，对吗？林先生在大概是哇很多年前已经上天堂了，哎。我都很喜欢看他的电影。你们小时候看有没有跟他们一起？当那个僵尸出来的时候，一起停止呼吸，我们都有。你们在家看还是在电影院？我就好像在家里面看的时候，录影带，那个年代是录影带。如果我想，如果是在电影院看，就会更恐怖。我刚刚想起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从前的港片，你们叫港片吗？香港片都很好看，有很多都跟台湾的人合作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好像从前有一个台湾很出名的。制作人来香港找影片，然后买版权到台湾放映，所以很幸运，在哪个年代出生的我们呢，可以看见那么美好的香港电影，都是回忆了，祝你们平安喜乐了，拜拜。